一直跳十六蹲对膝盖的影响是？风靡全国的十六蹲舞步，一直跳容易导致膝关节积水。这是你的答案吗？你觉得是什么？积积水了。那原地只是这样就积水了，就是里面磨损啊，软骨磨损就会积水啊，不会变跑者膝了。我是尽量是相信专业，你知道的，好不好？不要把我最后的一点信念都破坏掉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